做票箱做爱心的活动吼，啊，因为吼，阮社区吼，即摆在发展吼，所以说阮的新的社区的即摆去啊，吼，啊，其实啊，早起啊，拢有办一个迄落据点吼，就是刚好老岁六十五岁以上长者吼，然后伫遮运动吼，啊，会中昼，阮嘛无办长青食堂，啊，即摆目前人数拢有五十几个人来食饭吼，啊，所以说阮即摆是。 两边发展啊，两边拍拼当中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活动是今年第一届活动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我们一个活动拢都推掉，啊，所以今年这届是第一届包尊重飘香的活动，啊，不过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半个来光临，我印刷社区吼，这个小小的社区吼，真欢喜吼，今仔早起一透早就来到咱印刷公园吼，参加咱印刷社区啊这个包粽子比赛。 很别开生面的一个活动吼。好，感谢哈，感谢咱宜兰县陈秘书，好，阿你个咱吼，咱记得甲咱鼓励非常感谢。安尼我实在袂晓放啦，看这手套。很欢喜啦哈，大家看咱宜兰县陈秘书。 啊，这嘛是咱小英总统。出来，上重要的是这项物啊！哦，爱记得哦，爱记，所以重复再使用，没关系。好，安尼。代表甲尤代表哦，馆长代表人咱的陈秘书啊，闻到这个粽足香的味，就知影讲啊，这个五月。 五吼，端午节又到了啦！啊，而且非常感谢啊，由咱何理事长所带领的咱的宜刷村社区发展协会吼，啊，这段时间看到咱啊宜刷村规个拢叮当起来，非常有活力。啊，咱伫进前咱伫社区遐嘛成立着这个长青食堂，啊，这个一系列活动吼，非常的紧凑嘛，非常的啊。 有这个节奏，然后啊，甲咱宜刷村规个来扰动起来，啊，而且我非常感谢咯，感谢咱的理事长的用心，迄种用心啦，甲迄种大家来参与迄种热情吼，啊，不断来提升吼，这感谢各位大姐吼，啊，祝大家未来每一天拢会当平安、幸福、快乐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在宣布比赛开始。 赛的紧张气氛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你无紧张哦，有叫阿爸的无？